好，来开始。室内节，请问今仔日爬烟嘴山，你的感想是安怎？我的感想真多。人生亲像爬山，嗨，头前真多坎坎坷坷的，爱行的路，是，总是咱但是都爱看头前，是看前。努力面前，忘记背后。阿门。向着标杆。啊，你的体力有法度无？你几岁？哇！给我，我已经七十万。今仔日，今仔日这团，师妹姐排第一名，我排第二名。啊，教育把手看，衣裳残弱，啊，我想我那无当，我少年。不过，阮两个当行到这，大家人在听，伊的体力哪有法度，阿仔哪有法度，所以我带回去了，对不对？目睭向前行，无要看后，对不对？唔免惊，有信心，上帝在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教会咱继续来，直接上圣餐啦。上好，阿妹。上好，高中毕业生，祝贺你，啊，祝贺你哦，每一位上帝赐福，你就免了。看这一个，看这一个。